伊人大哥，萨迪亚大哥，我看到标兵拢踢退了，而且也走得真急，怎样？小妹大弟飞了吗？爹是呢，超出来大哥呢？ 算阿静，今面夏姑娘，人呢？无心，未吧？大哥，这副，因拢无出来。 我心，我们爹亲，我们最为爹亲，我不爱，我不爱啊！哦，我哪会这样啊？一人跳出来呀，我阴寿颠倒梦想，我为什么要走不出来啊？ 这副要平安，咱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已经来这里一个人了，命拢来了，咱有什么办法？我唔知，我。小我姐姐，不行，不行，进去了。 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。是我叫你留在爹身边了。不行，你无想救回政府了吗？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，就算留在政府身边，也是你自己吗？就像我被龙君，伊迄龙被龙的关系，你应该比谁拢清楚。 如果因真是黑白龙君的一部分，那因也该拥有坚定的自我。因抗拒黑白龙君的感情，应该如我描述因两人的态度一般。黑白龙君无想做什么侮辱人甲白色色，因也应该同样不愿承认黑白龙君就是因自己。你口口声声是伊的朋友，难道连这一点也无察觉吗？ 黑白龙君，请问，伊人大哥怎样？黑白龙君独来独往，不受控制。如果无好的计划，就让伊参战，那发生什么事情，谁也不能预料。对啊，伊人讲了对，那你已经失去这么一个高手了。如果黑白龙君雄雄冲入向西，那那帝门啊，真正会救界人君，才派落来了。哈，不行。 再忍耐一阵，讲是怎样讲，迄但是这事真正害咯，迄找这样一个人斗相共，竟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，这场战是要安怎甲拍赢啊？我也是在想破头吼，嘛想无一个头绪了。听宜兵推的说法，眼龙该一秒即场战争，眼龙，又个是伊哦，啊即马咧，先前往金瑞村，等进一步的消息。 为什么是金瑞村？不是相当会，还嘛不是迄水城。相当会可能有正方的密招。宜兵土木希望咱的一波比十楼留在金瑞村，是为了方便联络。那爹亲呢？爹亲要怎样办？不行，银人大哥答应你，一定会救出大哥伊这户。银人大哥。 多谢你，有心兵表弱，嘿啦，无心嘛，你莫担心吼，咱做阵想办法，咱先来行吼，嗯。呀。
你做得真好，让无心安心不孝，我真是一点啊路用也无。